脱模下来是这样的造型，用来扣在包的合金上面的。每一款包都会配有它单独的流沙面，流沙面它的口是比较浅，先把闪粉放进去，注入流沙油，它的凸起物这样盖上去，使用 UV 胶粘合。流沙面做好了就是这样的，内圈会比外圈要小一点，先把挡片上上去，对齐，比对一下，下面的位置一定要留的比较窄，上面的位置留的比较高。开口看一下它这样撑开的一个大小，确定一下你要的位置。我们把它分开，使用热熔胶，然后使用一个硬物给它按压进去。打开看一下，这样的一个开口，安装上包链，这样的一个流沙包就完成了。